前面是降太阴隧道，这里是人民医院，今天往这条路走，新义市人民医院快餐盒饭。估计最便宜几块钱，这是清真店，牛肉面啥的。上面停车的，刚才我看到前面辆车子差点倒的掉下来，吓我一跳。这条路还非常的窄，就是米八吧。这条路还挺堵的，都不想往这条路走，我往回走了。哎，这里有个姓医师傅医院里的食堂啊，二号供餐点。哎，这个医院有供餐点呢。萝卜炖肉，买盒饭。十块钱一份儿，挺好的，十元一份，还有一二三四，三荤一素，十块钱。这个还有鸡腿，鸡腿八块钱一个。哎，咱们连盒饭都吃不起，不吃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包谷饭，包谷饭是不是真的是玉米饭呢？今天下雨凉快了。这个通道没走过，哦，要不然就从那个后面上去，要不然就从这里下来，穿过通道是往这里下来，一样的路啊。哦吼，一下开始出太阳了，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，还是到这里来玩玩吧。这里是菊山广场，今天在搞活动呢，十一节嘛，都是卖汽车。这个一二三四五个棚子都是卖汽车的，就这里一个是美食农特产展示区。进来了，魔芋膳食，魔芋。农产品网上办公啊，这啥玩意儿？这是土豆片儿、茶叶、软黄金、中餐厅、包子、牛肉汤、羊肉粉、水晶粉。这啥？这牛肉干吗？这是啥东西啊？肥肉脆
肥肉脆什么东西啊，这是蜂蜜吧。这边都是农产品，还有酒，这是啥玩意儿，是农副产品。艾条，这个是艾条，是治病的。哦，这里面还有好多。哦，那都是汽车了。哦，这一圈，这旁边的一圈还有美食。和田大枣，和田不是新疆的吗？猪肉，厚脆肥瘦肉，8.8元一斤。板油6.8元，肥肉7.8元。这做出来的顶干顶天柱，玛卡，干嘛的？这是一箭起。肉苁蓉，山七，野生四回春草。干的肉，后面没有了，后面都是汽车了。汽车规模好大，起亚。这块什么车？代步车呀。国产品牌，宝骏，首付1000元可以开走了。首付1000元可以开走了。不光是别墅，还有洋房、足迹。庭院，庄园，跟你拥有洋房一样的漂亮，足迹一样的坚固，庭院一样的空间，庄园一样的舒适。听戴总这么一说，车中自有黄金屋啊！门楼为玉像，41,999。科莱威小车40,000多，大车嘛13万、15万。这是首付888就可以带回家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农特产品，糖果，芝麻糖、花生糖。阴阳子、壮阳果、百虫草、血山漆、小白鸡儿、山药、小耳朵木耳、大水虾、蜂拥。哦，这叫蜂拥。肥皂就是肥肉做的呀。对，这里都是这个天麻、西洋参、山七。这是山七，云南文山酸山七。山七花、鹿茸、血茸、鸳鸯子。石斛，霍山石斛。花旗参、天麻、鼻莲花，还有鼻莲花呢。
好了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